第一间，拿揉臂闹旋。臂闹旋属于手阳明大肠经，位于肩部三角肌中点处，曲池旋与肩俞穴的连线上，曲池穴向上约21厘米的位置，用五指拿住两侧的臂闹旋，左手拿右臂，右手拿左臂，五指同时发力，每秒一次，拿揉30次，帮助促进气血流动，汇聚阳气，有效预防和治疗肩臂疼痛、肩周炎等。第二间，敲击环跳旋。环跳旋归属足少阳胆经，为足少阳与足太阳经之交汇旋，位于臀部外侧，股骨大转子与骨沟的连线上，近股骨大转子的1/3处。双手握空拳，左右手交替敲击环跳旋，每秒一次，敲击30次，具有活血止痛、健脾益气、疏通经络等功效。第三节，按揉委中旋。委中旋属足太阳膀胱经的常用穴位之一，位于膝盖后侧腘窝正中央的凹陷处，以每秒一次的频率，用拇指指腹按揉委中穴30次，帮助舒筋活络，促进小腿血液循环，缓解小腿憋胀、抽筋、腰疼、坐骨神经痛等症状。按揉以上穴位可以放松运动期间产生的肌肉紧张，缓解肌肉酸痛。